中银直播间，新城财经台，楼市分析加九运区区体，现在开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就是中银直播间啊，收睇今日由中银直播间和新城财经台为大家制作的直播节目的楼市分析九运区区体。我是林洁莹啊，在我身边当然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包括有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的总裁陈永健。Hello Louis， 你好。Hello， 洁莹。当然另一位也是升级的玄学家陈定邦师傅。陈师傅你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在计划置业之前都会搜集很多不同的资讯啊，今日请来两位升级的嘉宾自然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关心和一些有兴趣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楼市的概况。边区的升值潜力比较大一点，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同埋分享埋就系拣楼嘅攻略添噶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先，今日我哋会设有咧睇直播送大礼嘅游戏嘅，咁啊有机会咧获得陈定邦师傅咧免费上门睇风水嘅服务嘅。节目尾声咧就会公布咧参加嘅办法究竟系点样噶啦，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机会吓。咁啊，接落嚟咧，先同两位嘉宾咧倾一倾先啦。嗱，先问一下咧，陈永杰啦，疫情之下咧就话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啦，但系咧香港嘅住宅市道咧就仍然都好畅旺，今年嘅楼价咧仲会越升越有添，近排咧交投亦都好炽热啦。究竟最近嘅楼市情况系点咧？啊，如果讲五月尾咧系好炽热嘅，尤其是近期嘅一手盘，系咁呢排咧就对上呢三个月咧就旺啲地铁上盖啊。咁可能發展商見個市道好咧，推啲靚嘅盤出嚟，譬如黃竹坑上蓋啦，咁依幾日做緊嘅大圍上蓋啦，咁依家嘅市民咧都喜歡交通方便啊，地鐵上蓋集體運輸嗰啲樓嘅，所以發展商又唔太貴喎，又合理價，咁所以成日都會睇到周六日啊排好長龍啊，咁呢五月尾啊都係繼續一手幾好嘅。嗱，你哋接觸唔少嘅買家啦，其實你睇翻啲買家個心態係點樣咧？在疫情之下咧，其實就已經我哋好感恩嘅。其實19年啊、20年啊，樓價都冇跌，反而升少少。咁今年上半年都升咗成3%。咁剛剛琴日嘅差管處出咗數字，咁如果樓價升咧，加上依家疫情好翻啲咧，其實睇樓量係多咗。依一刻用家佔六七成嘅。尤其是因為通關，全部香港人嚟嘅，咁都算幾健康嘅。嗱，你睇翻咧，琴日咧差管處公布嘅數據咧，就話咧都接近歷史高位嘅啦。嚟緊係咪五月有機會都破嗰個高位咧？我睇下個月會破嘅啦，因為六月完成咧，依家只欠樓價升1.5%咧，就去到香港樓價最高位。咁1.5%咧，我諗呢幾日一路咁每星期少少咧，都好大機會六月完成咧，會進入歷史高位嘅樓價。咁呢個都係健康嘅，因為係每月升少少，1% 啊，1.5%咁樣，但係始終係升，咁累積上嚟咧就我諗六月就會去到中原城市指數190，190即係樓價係2019年六月最高位。密切留意住咧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啦。咁啊，六月份啊，發展商方面嘅部署係點咧？嗱，六月份咧，梗係爭取好黃金檔期啦。今個月嘅賣數，我諗仲有兩日咧，有機會2300宗至2500宗，係近年嘅高位，一單月成交。咁樣六月我都睇好噶，有機會2500宗嘅一手，咁屬於係興旺嘅月份嚟噶。咁特別係話邊一區咧係個主戰場咧？主戰場梗係大圍上蓋啦。大圍上蓋咧，佢成個，因為佢一二期舊年喺疫情嚴峻嘅11月咧，十月開盤，11月咧都能夠有排長龍啦。一睇樓要排8個鐘頭，都好多市民排。咁即係呢個盤係幾矚目嘅。咁依家最後一期三期，我咁上蓋咧係近期市民咧即係用家好擔心咧交通嘅，佢最緊要係翻工總時，同埋唔嘥咁多時間，所以能夠匯聚交通咧，有啲有上國內通關之後咧，可以上國內啊，又可以上去中環啊，咁交通係依家啲買家最關注。又是 location 啦，最主要咧都系地点啦。咁啊，问一问啊，陈定邦师傅啦，喺风水玄学角度上面咧，有地运嘅学说，究竟系啲咩意思咧？咁地运咧，我谂有好多人都听过啦，三元九运啦，我谂大家都听过少少，但系识啲唔识啲？系完全有啲唔识。我好简单，即系尝试喺5分钟内解释俾大家听下啦。OK，
咁三元九運咧，即係有上中下元。咁每一個元運咧，就有即係每一個元運就二十年。係。咁有一至九嘅，即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運啦。跟住九運之後又去翻一運。嗯。咁即係咧，總之九個運乘二十，咁即係幾多年啦？就一百八十年一個循環啦。即係一個循環咧。咁然之後咧就每一個元運咧就有一個五行嘅。嗯。咁譬如好似我哋依家咧就係八運。即是我哋叫下元八运，即系术数上我哋叫下元八运啦。咁八运里边咧就属土嘅，就喺几时开始咧？就系2004年到呢个2023年，咁就系八运。咁2024年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四字开始嘅，因为点解咧？就系甲乜嘢年咁样嘅。不过呢个迟啲我哋再深入啲讲啦吓。总之2024年之后就叫做九运啦。咁九运咧就系属火嘅。咁所以我哋依家身处嗰个运咧。即系啱啱2004年到依家咯，都仲系八运，即系属土嘅运啦。会往咩行业咧？就系土嘅行业啦。咁而土，咁我谂你都知啦，系代表咩咧？就系房地产啦。咁然之后咧，有一个好得意嘅现象添啊，即系唔争再讲埋俾大家听啦。就系土咧，就代表系房地产啦，即系啲实在嘅嘢啦。啲人系中意安全感啦，亦都系讲求心态嘅，即系咧中意啲人系中意啲唔系咁虚无缥缈嘅嘢，系要实在嘅。即系有啲嘢揸下手嘅。冇错，因为土咧系主啲好实在嘅嘢啦，即系我唔要话咁 take risk 啊，即系或者咁搏啊咁样嘅。咁所以土咧，啲人觉得眼见得到嘅嘢，感觉安全嘅嘢，咁我觉得冇乜嘢系好过物业嘅。咁所以咧，物业系物业啦，或者系啲人系追求实在嘅嘢啦，安全感嘅嘢啦。例如可能醫療啦、保險啦啲都會興旺嘅。同埋咧，亦都有一個得意嘅現象咧，就係、是、土咧，因為八運咧，亦都係喺易經裏邊叫艮卦，艮卦係代表少男，即係尤其是啲後生仔啊。所以就發覺咧，喺呢個好多年輕人咧，年輕人置業，冇錯，係好多嘅年輕人咧，就係會有一個叫置業夢啦。即係變咗，亦都有個現象咧，就係、是、啲老豆阿媽點啊？就买俾佢哋嘅仔女，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呢个会系一个现象咯，靠父干靠母干啦，系点样都有少少嘅 ，OK， 即系最终受惠嗰啲系边个咧？咪就系年轻人咯，即系其实就有多阿爸阿妈咁啊储咗啲钱咁，跟住啊咁喺啱啱呢个2004年到呢个2024年咁咪俾咗佢咯。嗱咁啊，邦邦师傅啊，我听闻咧就系2004到2023年咧，香港会进入咧八运嘅时期啦。呢、这个同楼市嘅关系究竟系点嘅咧？唔同嘅地区喺八运嘅期间个运势又系点嘅咧？嗱咁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八运系旺呢个房地产啦，即系已经唔使再讲噶啦。咁其实咧就点样睇个地区咧？咁依家教大家一招咧就好简单嘅啫。咁八运咧喺呢个洛书数里边咧就系主东北边嘅。咁所以咧最好就系东北见山，西南见水。嗱讲多次，东北见山，西南见水。咩叫东北见山咧？即系东北边。啊，譬如你住嘅单位，你望出去啊，东北边咁，可能你见到有座山。跟住之后咧，调翻转，即系望你个窗口望出去，西南边有撇水，哪怕系泳池啦、海啦、河啊，乜都好。系东北有山，西南有水咧，咁就会旺噶啦。即系呢啲叫上佳嘅风水格局。咁而喺白云里边咧，边啲区系会有东北见山、西南见水咧？举个例啦，例如可能系奥运站嗰边啦。奥运站那边就是 叫东北见山西南水、即其实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东北山西南水的、即其实呢我们不要讲到这么即整个地区这样才算、即其实呢如果你的屋苑 你在那一座如果去东北呢是有这个、一层高楼大厦在你后面、然后呢西南呢前面有个泳池或者水池呢、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即挺好 的指标了、即风水咁当然啦，其实呢从一个玄学角度呢大家就知道呢就係点样睇啦，但从科学嘅角度啦同埋数据上面嘅分析究竟又係点呢？八运期间各区嘅楼价走势又係点呢？咁问下 Louis 啦。嗱讲嗱运程呢就陈师傅嘅叻啦，嗱要讲近期嘅即係市民嘅买楼嘅兴趣呢，你哋最贴切嘅真係。一千万以下就特别旺嘅、如果我哋数据出嚟呢啲首次置业啦，第一政策是真的 有幫助，第一林鄭plan啦，咁即係一千萬以下是特別旺的啦，咁真係阿師傅所講啦，年青人置業咧，因為林鄭plan咧係細單位，咁屯門啊新界西咧係喺舊年樓價升幅最大嘅，佢有8.几%喺城市指數，即係。裏面的包含你知屯門新界西咧，多數都是啲中小型物業，即係四五百萬樓啊。你黃金海岸嗰邊嗰啲都是山水啊，咁即係西價樓啦。另外咧，頭先所講啦，
點解會父母肥咧？嗯，政策咯都係要命啊嘛。咁你而家要打人頭啊嘛，我哋講緊嚇。要打嗰個叫做double stamp duty 或者特別印花税。嗯。咁如果你買過樓嘅人要打15%喎。嗯。未買過樓嘅人咧，正常最大都係4.25%啫。嗯。咁依家年青人買樓咧，都係因為政策一傾斜落去咧，就各個年青人去買樓啦，因為佢個名係首次置業啊嘛。咁亦係呢幾年都係首次置業多啊。咁加上係細價樓啊，都完全都係合急嘅喎，急嘅喎，真係。嗯，啊，頭先我都想講咧，屯門啦、深井嗰啲咧，其實都係見到西南水嘅，係啊，即係所以喺白雲咧，屯門同呢個深井嗰邊咧一帶咧都係會暢旺。嗯，同埋我亦都想咧問埋 Louis 啊，頭先咧阿邦邦師傅咧都有講過奧運站嗰邊啦，其實嗰邊咧西九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物業啦，其實嗰邊嘅樓價走勢係點樣嘅咧？嗱，九龍站咧就特別咧就係國內客關注啲嘅樓價咧，九龍站已經貴過山嶺南嘅啦，即係曾經去到10萬蚊一尺啲特色單位啦，咁依家都5-6萬蚊都常見啦，海泉門嗰啲。但係奧運站咧就香港人住多嘅，尤其是疫情之下咧就香港人置業多嘅。有80-90%的生意都是香港人來的，那變了未通關嘛，那變了在對上這一年呢，奧運站是好過九龍站的了，因為他的客戶都未落到來，有些疫情因素在這裡，是啊，他的客戶落不到來，所以奧運站的升幅呢，尤其是樓價又小一點的，九龍站就貴了很多，那所以現在就在賣有幾個新盤在那裡，那其實奧運站確實真的很旺的，一二手都很旺的。嗯，其實咧，我哋頭先咧就講咗白運啦。其實2024到2044年咧就係九運嚟噶啦。邊一啲嘅地區嘅運勢會較好？邊啲地區咧會當旺咧？可以做下功課先，我幫幫師傅。啊，咁呢個就仲簡單添。嗯。咁其實頭先講過啦，就每個元運咧，咁佢會有邊啲地方有山，邊啲地方見水咧，係其實個個元運每20年都唔同嘅。咁咧嚟緊九運咧，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咧，就係南邊見山，北邊見水。就跟我們，東北見山西南見水不同了，因為下個元運就是2024年開始，就我們轉了一道氣了，所以特別要留意呢，你住那一區如果個北邊是看到海啊水啊泳池啊各樣東西，那就是上街的風水了，我會講幾區出來，就例如可能是即基本上整個港島區的北邊，都已經是有北水了，即不是多謝說住港島區的朋友可能很開心，值錢超級值錢因為為什麼呢，它一定是會見到山，即後面已經有太平山，即那裡一帶的農物已經是叫南邊見山了，譬如你說什麼北角、灣仔、炮台山，即那一欄即全部都是北邊有水，然後就港島區就 happy 了，是是然後呢其實還有港島區的樓價一般都是已經是比較貴一點的，上車其實都難一點的其實是的，所以很早之前買落即這幾區的人呢今日去啊，真係好開心啦！呢幾區都好多藍籌屋苑添，係啦。頭先阿邦邦師傅講咧，即係東區譬如太古城啊，嗰啲都係藍籌屋苑嚟噶啦。冇錯，咁就仲有馬鞍山啦，即係要九龍嗰邊啦，即係或者新界嗰邊咧，就馬鞍山啦，我係幾睇好啦，即係因為馬鞍山咧又係望到好大劈嘅北水，即係北水，係咁又係南邊又有山，係啦。咁然之後就譬如你揾白石角嗰啲都係嘅，即係白石角嗰一頭啊。咁就如果再去偏遠少少嘅，就可能係天水圍，其實都可以望到北水嘅。嗯，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好多地區啦。哦，咁青衣嘅北咧都可以嘅。嗯，咁青衣嘅北邊，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幾個。咦，咁阿邦邦師傅啊，聽落去咧，其實咧範圍都幾廣泛嘅喎，即係見到北水咧，基本上面咧都個運勢都係唔錯啦。咁有冇話咧見到個範圍幾大咧，同嗰個運勢咧有冇關係嘅咧？咁其實當然啦，呢個叫一物一太極，因為咧喺風水裏邊咧，即係我哋嘅學説裏邊咧，你可以用成個香港，即係廣九新界咁樣加埋一齊嚟計東南西北，亦都可以齋用九龍區分割呢個八個方位又得，即係我以香港為例啦，即係香港島為例啦，即係譬如你話香港嘅北邊嘅，咁咪就係咩灣仔啊、北角啊，即係嗰啲啦。咁如果係香港嘅南區，就即係你知最貴嗰啲區啦，就可能係淺水灣啊、深水灣啊嗰啲啦。咁所以咧，係睇下你用。即是你那個大太極，即是我們術語上叫大太極，你用完三個區加起來，還是只用那個區，因為有些人呢，我們死都不住香港區的了，那怎麼辦呢，其實都可以，那就只是在九龍區那裡看，沒錯，在九龍區找一下有沒有九龍裡面可以看到水的，這樣就行了。另一方面呢，都看到九運期間，哪個屋苑的運勢會比較好一點呢？
屋苑就可能阿陳生比較熟啲喎。呢個 Louis 啊，其實你睇翻咧，即係分析下邊個屋苑嘅運勢可能會比較好啲咧，你自己估。其實近年咧，其實就大家都係奮鬥型啊，即係挫折咗噶嘛。譬如疫情係挫折好多人，咁變咗大家買樓嘅時候都關心翻工嘅。所以頭先你見咧，黃竹坑站咧，我諗都係對落嗰四五年最重要嘅。港島南而家都成為一個焦點嚟啦。因為佢樓盤啱啱第一個賣啫嘛，即係仲有五個咁跟住繼續落，加上咧就有鐵路集體運輸嘅地方咧，係多人關注啲嘅。咁所以我哋近期社會上即係賣嘅樓盤咧。即個個咧都唔介意，即坐地鐵啊、集體運輸啊嗰啲嘅，就唔係話我一定要幾多個車位啊，我要山山水水。反而呢啲地區市區樓多受歡迎啲啊，車位配套通常都唔夠嘅嚇。係啊係啊，依家我哋近期做嘅樓盤，無論二手一手好咧，今次個形勢嚟，二手嚟講咧。我哋講到一手好多啊，但係二手咧，其實太古城啊、康怡嗰啲都好旺嘅，所以南係啊，都喺即係量化寬鬆之下，大家都係持物業嚟。即係我係講係即係經濟嚟分析咧，就因為你低息啊嘛，咁你低息環境之下咧，依家你嗰啲藍籌屋苑咧，其實咧買二手嘅客咧。是實力非凡的，因為買二手呢現在要儲多啲嘅資金啊，四成的首期打埋利潤，差不多你是層樓一千萬，你要500萬現金喎，如果二千萬要一千萬，你先好去啦，係諗，但是在據上呢六個月可以咁講，喺2021年咧。是二手是特別喎，冇減辣喎，即係又冇減到辣，又要即係俾首期俾咁多，但係佢個成交宗數咧，近期你留意到傳媒報道咧，成交宗數都破新高。咁啊，證明咧啲買家其實嘅實力咧都非常之雄厚啦。咁啊，當然啦，即係東區嗰邊仲有和富啊、城市花園呢啲咧，都係咧即係個實用面積會比較好啦，同埋咧就係咧多啲人去選擇。佢又望到海喎，真係阿波門師傅都講望到維多利亞港已經係海啦。係啦，咁我問下。波波師傅啦，頭先話咧，即係望到海啦，望到水咧，其實咧就個運勢會比較好啦。咁我想問下噴水池啊，又或者屋苑嘅泳池嗰啲又算唔算嘅咧？算，頭先就係講咗就係話泳池啦，噴水池啦，河流啦，乜嘢都計，即係乜嘢都計嘅。係。咁所以咧就最怕咧就係一啲叫做。即是污糟水啫，即最怕就是一啲叫淨水啊、污糟水啊、臭水啊，咁就即哪怕佢係北邊咧都唔得嘅，嚇咁就即啲水要流動嘅，最好就係有少少叫喐動啦，即可以有少少叫太陽折射嘅水光啦，我哋叫做咁就會係上佳嘅風水咯。咁但係咧，如果咧。我哋叫一潭死水咁樣啦，就其實唔係，都少嘅。即係其實你唔係好識風水嘅，你都會知道，喂，好似好影響風水喎。咁尤其是係會影響財運同健康咁咯。係啦，咁當然咧流動係最好啦。咁我想問下啦，即係阿 Louis 咧，其實我哋講緊咧，即係未來咧九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區份咧，大家可以留意啦。特別你睇發展潛力邊一區會比較大啲咧？即係譬如我哋睇緊呢段時間咧，大家會提啟德啦，會提啊港島南啦。其實嚟緊。在九運之下，其實呢些區份又會是點呢？我聽方方師傅頭先提過咧，即係如果話喺新界咧，其實依家政府咧係銳意發展，尤其新界西嗰邊。咁新界西尤其依家嘅有幾條 highway 係通咗嘅，譬如剛剛琴日所講嘅屯馬線啦。屯馬線一通咧，沙田就旺噶咯，因為其實等咗好耐啊，即係其實真係等咗好耐。咁啊，宋皇台站依家啟德。即係發展了10年，但係依家都仲係好多地盤。但係我諗跟住嗰10年咧，啟德會變化多啲，因為之前嗰10年都冇地鐵，咁依家開始地鐵通車啦，咁啲市民咧真係翻工放工咧係方便咗。咁我諗啟德個變化會好大㗎，即係會完全對上嗰10年唔同嘅，大家都係投資嘅啟德。但係捱咗10年啦，我諗捱埋落去。個規劃咧，其實啟德而家咧個配套好啦，因為最近咧啟德嘅空中花園亦都開咗啦。咁嚟緊咧，即係啟德咧方面嗰個海濱長廊咧，亦都會咧連接住空中花園，仲會有咧地下購物城添。咁我想問下邦邦師傅啦，其實就住咧啟德呢一區咧，其實佢哋又有海濱啦，又有空中花園啦，特別都見到水嘅喎。咁其實你點睇呢一區嗰個嚟緊個發展咧？咁我就當然啦，如果你話九雲裏邊咧，就未必係最暢旺嘅一個區啦，但係就。即係以一個用家嚟嘅，咁我都好睇好嗰度嘅，但係需要時間。但係暫時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因為嗰度咧，佢好多嘅地盤係仲未完成嘅，所以我中肯地説咧，就你話嗰度咧，好多人係買嚟投資，多過就自住咁樣咯。咁所以就因為嗰度咧。
都仲係好多嘅爛地啦，我哋稱之為爛地。始終仲係即係你話影響風水咧，我都冇得呃你，即係衰仔，我都好想講好嘢，即係嗰篇係比較要等下，要守啊，即係有地盤嘅地方咧，可能就要守一守或者等一等嚇，唔係因為嗰度唔係一個咁細嘅地盤咁簡單。咁就所以我就覺得譬如你話五年後啊，即係或者甚至乎係十年後，咁我係非常之睇好嘅。咁就同埋咧，因為嗰邊咧，咁佢係都有個少少彎位。OK， 少少彎位，即係其實咧，香港咧理論上咧，維多利亞港啦，即係哪怕係八九運啊、一運啊、乜嘢運都好，即係其實都係以香港整體嚟講一個比較好啲風水嘅一個港口。係，即係香港之所以咧就係話風水好好嘅，就因為彎位多嘛。即係你彎位多，唔係直不甩咁樣嘅。咁所以不過即係衰得而家啦，填海填得多咧，都已經係填到好直咗噶啦。海岸線嘅特色啦，我哋海濱其實好靚噶嚇。即係已經係填得直咗啦。其實以前個風水係仲好啲添，即係依家都仲好好。不過但係咧就冇以前咁多彎位咯，三環水泡咁樣咯。以前就邦邦師傅啊，雖然九運咧三年之後先至發生啊，但係投資咧都要做著先機啦。玄學上面咧揀樓嘅攻略應該點樣參考啲咩因素嘅咧？嗱，頭先就因為陳生都講咗幾個係同我哋對到口嗰啲叫黃區啦。咁我就覺得咧，留意我頭先所講嘅，即係譬如可能係話咩白石角啊，即係或者馬鞍山啊，即係或者甚至乎喺嗰個港島區嘅北邊啊，即係沿岸一帶嗰啲咧，即係人人都想住嗰啲地方啦嚇。咁嗰啲咧可以買定先，即係好似一個，因為咧投資咧永遠都係嘅，你。即係點講咧？你眼光好，你越早買嘅，你比別人早買嘅，咁你梗係賺得多啦。因為通常以我嘅經驗咧，我自己睇啦，即係你從我哋叫玄學數據分析咧，即係譬如你話七運咧就係要呢個西邊見山，東邊見水嘛。睇咪就係喺呢個杏花村，咪正正就係西邊嘅山，東區嘅啦，又係。咁所以咧，嗰啲咪就係嗰期喺七運裏邊咪發咯。咁跟住之後八運就係頭先講嗰啲區啦，就係譬如，然之後九運，如果你可以早啲買嘅時候，咁早啲留意嗰度啊，有冇啲靚嘅屋苑啊，平平地啊，即係或者適宜入市嘅價位啦。大家有冇聽到師傅講啊？要計數啊，要把握機會啊。適宜入市嘅時候咧，咁可能買住先咯。咁一去到九運嘅時候，可以點樣做咧？就大裝修一次，就將佢變成九運樓。即係可能就當然啦，唔該問下你專業嘅風水師傅先好裝修啊。唔好自己啊亂咁。唔好自己亂。不過多數就係會嗰區都會大旺嘅。係。咁自住同埋投资选择上面有冇唔同咧？即系譬如我谂住投资嘅，同我谂住自住嘅喺选择上面有冇唔同噶？嗱，其实咧人咧就要住入去间屋咧，先至会享受到个风水嘅。即系咧，所以咧，其实咧就唔关嗰、那个，即系你投资，好多人咧话系咪写咗个名就会享受到个风水？咁梗系唔系啦。即系呢个冇咁简单啦。住入去有个感觉噶嘛？唔系你估好似即系签个名就得？你估好似咩众生机啊，或者系即系嗰啲阴宅咁样，即系写个名就梗唔系咁简单啦。即系你一定要有自己瞓埋落去，即系住落去，你先至会真系坐喺嗰个位，你先吸收到嗰度嘅天地灵气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就我会建议啲人咧就去拣翻一啲地方，你自己又会住嘅。就揀翻我頭先講嗰啲區啦。如果投資咧，我就會反而我會聽阿陳生講多啲咧，就係邊一區升值潛力比較好。我就永遠咧覺得投資，因為我自己本人都好中意投資啦。就投資係用 common sense 多過用風水嘅。嗱頭先你話你自己都好中意投資啊，不如講下你嘅投資心得好嗎？唔係咁我都會中意買物業啦。但係我就因為呢個年紀，我覺得就都仲可以承受啲風險咧。咁我就會即係物業，我會係一部分啦。即係都係大部分嘅。咁就即係除咗香港都有海外物業啊咁樣啦。咁亦都有咩虛擬貨幣啊、股票啊乜都有咁嘅。咁所以就我又中意，因為嚟緊九運咧屬火啊嘛。咁係你一啲叫做火屬性嘅嘢啦，即係虛擬嘢啦，即係或者電子嘢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可能咧遲啲咧。是電子賣盤多嘅，即係電子嘅交易都係啦，冇錯，都係啦。同埋係反而咧，我覺得如果幫助成個樓市嘅話，係一種文化，即係你有我有咁，即係咁樣宣揚開去，即係好似樓市黨咁樣先算啦。即係因為火嘅屬性就係咁樣噶啦，係蔓延得好快咁樣嘅。咁所以係變咗一種文化，即係變咗一種趨勢。咁因為火土咧都係相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個樓市係依然都會繼續旺啦。咁火啊，其實咧旺啲咩行業呢？其實一份工都好緊要啦。如果你真係要買樓，都要睇下自己份工穩唔穩陣噶嘛。
咁就係會往一啲叫 I T 嘅行業啦，即係 I T 為主噶啦，一定係噶。都係科技喎、啊。科技啦、啊、宗教啦、文化啦，即係所以咧嚟緊咧啲人咧係會著重心靈嘅嘢會多咯。咁同埋咧一啲叫虛擬嘢，即係外實內虛嘅嘢。咁呢個我喺其他節目都有講過啦。咩叫外實內虛咧？因為火咧其實係你好似見到個有個形狀有啲顏色，但係咧你穿隻手埋去咧，咁其實冇嘢噶。好似啲魔術咁。好熱啦嚇，好熱啦。咁所以咧就係外實內虛。咁譬如你會見到喺九即是现在未到九运，其实已经看到有些大公司已经兴起了，例如好像、即阿里巴巴，它一间那么大的公司，喂，实质又上市又成、真是一间公司、但是它有没有自己阿里巴巴的 brand 的 product， 其实理论上是没有 的,、是人家 contribute， 即是他们自己的 product 在那里、但是就是人都认识这个名字，是譬如好像、全球最大的召唤的、那个 transportation 的公司、Uber， 它都没有自己的车的、又是外實內虛，接下來九運就會 往這些東西、所以呢遲些可能呢就除了是一些叫大型公司的他們 會有、即去經營一些叫樓盤，可能是會用家都會 一起參與、即我覺得會是這樣去玩、大家呢如果真的找工的時候呢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些行業，看看是否真的可以適合自己一下、入住方面呢剛才我們說了自住和投資、從邦邦師傅的玄學角度呢都給了 tips 大家、要問一下 Lewis 怎樣去選擇、入市投資或者自住應該怎樣選擇呢？如果自住呢我絕對鼓勵去買的、因為現在事實呢這個低息會維持起碼都有兩三年、現在供樓呢是真的這麼多，我們早二三年呢是最便宜利息的、而且銀行近乎呢負利率那麼厲害、如果你手頭，所以現在市民呢大部分都是有拿手頭的財富真的變了磚頭、來抵消個通脹、其實如果個你認為現在疫情是一路好的話呢、一路受控的話呢，經濟一路復甦緊，我用大病初癒、慢慢起翻身健康翻呢，其實呢佢越來越多人去將手頭嘅財富呢換磚頭、因為都起碼都如果自用呢就供樓平過租樓，又有啲實物可以揸手啦，供咗出嚟係自己嘅。如果投資呢就年青人就唔怕啦，年青人就即係進取啲都可以嘅、尤其是而家你買新樓啲樓花期嘅建築期好長嘅、都係有啲仲要四叔 plan 支持你九成按揭嘅，咁呢啲咧發展商會幫你手嘅。係啦，年青人啊，咁你如果應該。如果手頭能夠，香港始終都是受惠中國，如果經濟復甦，香港都是一個、受惠、中國的地方、現在的、都未通關都這樣形勢、如果真的、復甦、疫情真的再好一點、一通關呢，起碼、不是一定國內客的，其實香港很多、全世界人都會買的、即我們的經驗呢，哇！南美洲的華人咧，當時嚟香港買海船門都有噶。佢、雖然你覺得係國內客講英文嘅，即係原來係南美洲、新加坡啊、印尼啊、印度都有噶。邊個國家嘅華人都會嚟香港買嘅。咁、所以係啊，咁所以。通了關又不同形勢㗎啦，你又知道咧，華人其實咧、可能其實個資金都幾豐富㗎、中國人傳統觀念啊，儲錢，冇錯，即係喺本世界各地嘅中國人都特別富有嘅，因為儲錢啊，儲得好啊。唔係因為咧 ，Lewis 市場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樓盤啊，邊一類型嘅樓盤會較受歡迎，同埋按揭嘅策略應該係點咧？嗱，依個按揭策略咧，依家嘅銀行其實股價咧已經估足㗎啦，佢都追住上，佢都跟到嘅。咁同埋依家銀行咧，其實就2021年咧，其實佢都係做復甦時，即係佢都係好弱，即係比較估價估到啦。同埋借貸嘅時候，佢跟足金管局嘅規例咧，已經借俾你噶啦。尤其是細價樓，如果你1000萬以下咧，係用家咧，佢都用願意借嘅。咁咧點都好有個金管局嗰個框喺度圍住，咁大家去借錢嘅時候咧。你一定要跟足金管局嗰個要求，銀行都唔敢跨越嗰個嘅，咁除非發展商啦、新樓啦、新樓有議案啦，同埋發展商支持下嘅高成數按揭咯。嗱，我哋成日講咧一手樓、二手樓啦，咁我想問下邦邦師傅咧，其實咧即係買一手樓同埋二手樓咧，一手樓就冇人住過啦，新樓啦，二手樓就有上一個可能租户啊或者係業主住過啦，其實有冇分別嘅咧？其實理論上係冇嘅。咁除非係空宅啦，即係嗰啲係特別 case 啦，但係其實冇嘅。咁就因為咧一手樓同二手樓咁，佢都係咁樣起出嚟嘅啫。咁唯一咧
我有个分别咧，就唔系应该问一手楼定二手楼，究竟嗰个地方咁佢系填海填出嚟啊，定系本身系已经系即系一块真嘅地咧？咁、那个风水嘅力量系有少少差别嘅、因为咧始终填海系人工做出嚟嘅地，咁、就地气冇咁真啦，我哋叫做即系都系地，但系地气冇咁真，但系冇咁实啦，应该咁讲啦。傳統的地啦，即係我哋叫做係真嘅地啦，好多時係有條龍脈咁樣扮落嚟，咁樣一路你可以追到條龍脈咁樣嘅。咁嗰啲個地氣咧，即係個力量啊，係會即係大多幾倍咁樣嘅。咁最後咧，想阿邦邦師傅講一講嗱，頭先 Lewis 話咧個市咧就係即係個經濟環境啊，特別係即係而家疫情我哋緩和咗啦，大病初癒啦，嚟緊可能會更好啦。你自己睇風水嘅角度係咪咁？唔係，其實長遠樓市我都係睇好嘅。即係。咁我亦都咁講啦，即係亦都係你會見到咧，尤其是火運嘅時候咧，物價指數只會更加飆升嘅，係即係只會更加飆升嘅，係好離譜嘅會。嗯，咁同埋就即係依家你話你買樓又好咩都咧，我就覺得嗰個樓市個本身個價值係咪真係即係我自己睇法啫？係咪真係上升得好緊要？我覺得未必係，但係其實係通脹咯，物價指數上升，咁所以你個樓價咁你都係一齊升嘅，係咪先？咁我覺得係會咁樣咯，但係你人一樣係咁樣住，但係其實係有冇大到？咁我覺得冇大到，但係係即系嗰个你要用多啲钱去买咯。果然咧置业咧都系要咧因应翻咧自己唔同嘅情况啦。当然咧风水玄学啦，同埋一啲科学嘅数据咧都好重要噶吓。咁啊，总结翻咧今日咧节目嘅内容啦。今日咧我哋嘅直播节目咧已经咧系圆满结束噶啦。咁啊，唔该晒咧陈永杰啦 ，Lewis 咧，亦都唔该晒咧陈定邦师傅，唔该晒嘅。咁啊，听完两位嘅专家嘅分析咧，相信大家对于未来嘅运势同埋楼市嘅走向咧都加深咗唔少嘅了解嘅。咁买楼咧其实好多嘢咧需要咧系特别留意同埋注意嘅。咁亦都需要。好多资讯啦，同埋数据分析咧，去帮帮手嘅。咁其中咧，中银香港咧有个置业专家手机 app， 置业专家手机 app 啦，咁啊帮助到客户咧能够咧足不出户，由揾楼啦、计算预算啦、即时估价，甚至系按揭评估等等咧，全程嘅手机咧亦都可以办妥到噶。咁啊，仲有置业 tips 啦，同埋咧中原城市领先指数，以及咧就系二手放盘等等呢啲资讯咧都可以睇到噶。大家可以 download 呢一个置业专家 app 咧试用一下咧，就会知道咧个好处喺边度噶啦。咁啊好啦。知道大家都等了很久了，好想知道就是怎样可以获得陈定邦师傅免费上门看风水服务了。我现在揭晓个游戏怎样玩，大家密切留意住下。嗱，一陣間咧會出現個遊戲開始嘅畫面啦，大家可以咧經中銀直播間嘅精彩視頻啦，同新城 Play YouTube 畫面下面嘅 description box 嘅遊戲 link 啦，又或者咧一陣間畫面咧上面咧一個 QR code 咧去參加呢個遊戲嘅，答啱一條咧好簡單嘅問題，頭先咧我都重複咗好多次噶啦嗰個答案嚇，答啱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咧就會有機會咧得到個獎品噶啦，首100位嘅參加者咧答對問題咧將可以獲得咧係超市電子禮券咧價值港幣係100蚊嘅。名额我哋有100位咁多噶，另外咧首位参加者答对咧睇直播送大礼嘅游戏问题咧，将可以获赠咧陈定邦师傅免费上门咧睇风水服务一次，我哋名额有一个嘅，睇下边一位嘅幸运儿咧可以攞到呢一个名额啦。名额有限嘅，由游戏开始画面出现开始计咧，先到先得，玩到咧系今晚10点截止嘅，大家要把握呢个机会啦。游戏得奖名单咧，我哋将会喺6月1号咧喺新城财经台啦财经直播 Facebook。專業嗰度咧係刊登出嚟嘅，咁啊多謝曬大家收睇呢個直播嘅每一位朋友啦，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大家咧都話想多啲嘅置業資訊咧，了解多啲咧，可以上去咧中銀香港嘅置業專家手機 app 嗰度咧睇一睇嘅，咁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可以睇到嘅，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大家收睇啦，咁啊中銀直播間咧嚟緊咧亦都會陸續咧推出唔同嘅主題嘅節目嘅，記得大家要留意一下，要重温今集嘅節目內容亦都可以好簡單嘅，可以喺中銀直播間嘅精彩視頻嗰度睇翻嘅。今天唔该晒陈定邦师傅，亦都唔该晒 Lewis 陈永杰，唔该晒。